众所周知，我技巧这事儿到了五阶之后，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。奈何总有一些家伙一直质疑我的能力。哎，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啊！兄弟，是不是这个家伙？对的，就是他。哎，我说你俩找我有啥子事啊？我想要来挑战你。嘿，不要把我给搞忘了，我也要参加的。上次你就输了，还想来吗？嘿，怎么就不能来呀？难道你怕我了吗？什么？你说我怕你？好好好，既然你们两个想挑战我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始让我去挨头炮，也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机枪威力。对了，你们两个虽然名字当中也有一个枪字，但是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我才是枪王之王。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看好我的表演啊！你俩服不服？我服，我服个锤子啊！服，我都还没表演，你竟然让我服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么接下来开始你俩的表演吧。你让我见识一下你们这两把枪到底厉不厉害。行，睁大你的眼睛，看好我们的表演啊！也只能说勉勉强强，但是啦，要比过我，你们还是得拿出真本事来。真本事？你告诉我什么才叫真本事？要不这样嘛，你们俩一起去战斗，让我看看你俩双枪合璧的战斗力到底怎么样。兄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战斗就战斗，怕个锤子，不要让他小瞧我俩双枪合璧的能力了。那好，兄弟，自己开战吧。
相比之前你俩的战斗力也飙升了很多，但是啦，说实话，我三到底谁更强大，不是我说了算，谁说了算？当然是我们的小可爱们说了算噻。来吧，小可爱们，你们觉得我最强的请扣一，觉得我们的双枪松果强的请扣二，甚至觉得我们的机枪实力强的请扣三，最后就是觉得他俩合并的战斗力最强的请扣666。来吧，各位小可爱们，咱们评论区见。